台三线道路两旁绿意盎然，有许多弯道，每到假日吸引不少重机骑士。不止重机骑士喜欢到这里骑车，还有许多追焦手会在路边或是蹲在水沟里拍摄重机过弯压车的照片。但有人因为追焦被警方开单。 有追焦手在水沟拍照被开单，把罚单PO到脸书上。违规事实，警方已阻碍交通，一道交法第78条第1项第4条开罚。底下立刻引来许多网友留言，有人说如果是盲弯，不希望射手蹲在里面，因为曾经被吓到。但也有人觉得在水沟内如何阻碍交通。对，把车开走，尽量不要在脸旁停车。远景到场劝离追焦手，因为远景认为追焦手在路旁拍照容易引来重机骑士。 是在弯道处刻意压车耍帅，造成意外发生。且去年5月份还有追焦手被重机车友撞伤，甚至落赛嘛，下去啊，一台车手一起被扫。好，定期在具体的触手旁边排手腕起步，那对于追焦手会持续予以委婉的劝离。 警方统计，从今年1月到9月，总共劝离追焦手72人次，死伤交通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2件，因此会先对追焦手进行劝离，不停劝离的人才会开罚。华视新闻林佳颖，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